讲三位，服装都准备好喽。阳明山竹子湖最早培育成功的植物是什么？选择 B 好了。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原肯定吗？对，基永吉1925年在竹子湖培养蓬莱米成功。对，因为日本在闹米那个米骚动，所以他来台湾。你要不要穿白色洋装去？有，我有准备，我有准备。我有看泽熙那一集，我有买，我有买。晚间6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